哥，你看我这电脑能不能修好啊？这电脑啊，没啥问题，就动两下，基本就没啥问题了啊。等会儿啊，哎，行，那个等这个电脑重启以后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行，那谢谢你了，哥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忙啊。挺厉害呀。啊，上学的时候学的。我电脑坏了，你也修修呗。走走呗。啊，你没啥问题啊，我这修了半天，电脑运行挺正常的呀。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？再试试，再看看。不是，那你水没有用啊，好吗？快点喝。哎，这没啥问题吧？你修好了吗？不是，我感觉不用再看了。再说你这公司的老板电脑那么多机密文件，我看好吗？咱俩还分什么你我呀？那你给别人修电脑就行，给我修电脑就不行了。不是，人家电脑的确是有啥问题，你这电脑本来……我电脑咋了？啊，他那个我也没修好，我这个能力有限，属实你的电脑我修不好啊，岳父。以后不帮别人修电脑，修呗。不，我也不是专门修电脑的，我这么大一主管能帮人修电脑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这么大一个主管给人修电脑。不修了，不修了，不修了。你电脑砸了卖了吧？有事儿找财务批钱，不行咱就换新的。修啥呀？不换新的，能用，能用。那个，我先出去了，于副总，水真好喝。